转起来！哎呀，我靠！各位，日本第五天下午1:15，我们刚刚从八坂神社出来，来到对面的汉字博物馆，发现了我们大家的姓氏。就可怜了，就可怜了，好可怜。Green T-shirt， 哇，樱花妹耶！空包包啊，我太尬。介绍一下餐点呢、啊？是抹茶专卖店吗？这间好像很有名哎、欸，好吃。对对，卡卡特多瑞。介绍一下我们的浴衣，所以这是浴衣，不是和服。姐姐是比较软的。这有一条毛巾，毛巾在擦。对，来回眸一笑，3、2、1。我已经先笑了。我们到福建道河了，不如去拍照啊？帮我们拍。一起来帮拍，我们三个先去逛。今天天气很不好，刚刚那一团的导游说要示范给我们看，先洗右手，再洗左手。右手你能惯用什么？我知道，我们要进去了。有人在敲钟嘞，要不要去投钱敲钟？哇，他主动拿！我靠！我也好想去，丢进去，快点，丢进去！皇上，你该走，是皇上，皇上人好好，自己走都一样哎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太慢了吧？还要狗？刚刚玉凯说拍好了，就这样。一整，你看这个，我们不会念。他名的金子。哦，所以那个就是正哎。有啦，古代你是不是读过国文哦？秤是什么？秤我金子。秤的就是谁正？一定要见到主席，我要成为头牌。主席你好帅！刚刚忍不住买了这个不二家抹茶冻，店员就一直说那个 pickle 美味しい跟卡哇伊得死。这么好骗。你又没吃卡哇伊的话就欧音型，你懂不懂啊？看到了米奇大头扭蛋，我要带西，我要带西，转起来，转起来！啊，是米奇，哎，是米妮，是米妮，吃吃吃，塞进去。他们应该本来就不太会酸吧？嗯，他嘴巴超脏，继续干下一盘。大顿学吃晚餐，再排队吃章鱼烧。你就是便秘，肚子才会这么大。没有，本来就很大。这广岛神景烧，神景嗨棒是吗？还爆买一波要装，就像那个装备僵尸。他们居然会觉得穿浴衣很好看，一泽可能超爱。我觉得一泽对啊，超爱。点餐，点餐，点餐。这个好可爱。我觉得他套的有点太淡了，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我平常太浓了。蜂蜜柚子，蜂蜜还不错哎，好吃吗？这什么口味啊？猪肉，它的酱很好吃，就那种永和豆浆会卖的烂，听起来廉价，25块买得到，竟然抠脸呐，不敢吃海鲜。来了来了，哦，很其实很屌。海鲜 ，Coco 拿去，我没有 ，Coco 拿去。现在在玩扑克牌，方宇要叫我们怎么玩，然后在这边 Google。粉丝福利时间，抓，不是不是怎么玩？怎么？抓你那个扑克牌，没看过人生气耶。是抓，你有这个？不是追你，怕死，不是追你，怕死怕死。你看就直接爆了，你根本是智障啊！没有送游戏，就会了。那没有领救啦，我至少还有照规则。对对对，然后可怜啊可怜啊，我偷看一下。我操！我觉得你就黑黑的。要不要讲一下你今天的谐音记忆？这是我忘了，那个人在那边转什么？海优哦，我知道了啦。哎，真的也记忆卡有差哎，海优哭。哎呦，你这样害我哭，太慢了，害我哭，还有哭。哎，有帮助哎，不然我刚才根本想不起来。现在时间凌晨1:30，写明信片。哎，我有的明信片拿出来啊！你收件人苏佳宇指过来，然后有我的作品。我在方圆这个画这个，勿忘我，友情万岁！大家拜拜，晚安。还是说拜拜。最后一天，我们来到全家要买邮票，我也有买这张。好，我们去邮局。
球出发邮局，早上时间10点。然后接下来会把我们的行李还有我们的人都载到凌空城。我开了新衣服，闪电波特。Check out 到全家买了邮票，日本的便利商店很多都有卖邮票，大家如果来寄明信片的话，可以来这边买邮票。要寄咯。Yeah. 穿插一个。姐，我要帮你扭小鸡，希望可以扭到。肚子怎么了？可以，没有这只了。哦，我这就是扭。这个角度看起来奶超。刚吃完这一碗鸡肉亲子冻，感觉如何？鸡肉比较偏柴一点。天啊，加完税700多块了。不不，日本最后一天下午6点逛完我们最后一个凌空城的outlet，爽买爽买，大家都人手一袋，至少包刷8000。未来的你要好好工作赚钱哦。要上车咯，现在时间7:02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待会机场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现在凌晨12:10，回到台湾了。玉凯在担心他的海鲜泡面会有非洲猪瘟。好啦，给你们录啦，拜拜。